家好，今天我要煮的是芦笋烩虾球。首先，在松厨 Ideal 平底万用锅内冷锅下油，爆香蒜蓉，再放入芦笋、香菇、红萝卜，倒入少许上汤一起翻炒，再盖上锅盖。在焖煮的当儿，用薯粉加水搅拌均匀，准备勾芡用。我们倒入剩余的上汤，然后再加入鲜虾，翻炒片刻，盖上锅盖，焖煮至熟，再把它勾芡，翻炒片刻，盛起放入碗中。哇，芦笋烩虾球就这样完成了。